辆车上都有一个水桶，最后谁的水量最多就是冠军。哇塞，这什么？你会搭帐篷吗？你要把它撑弯。我们真的你要出力把它撑。对对对。啊，老板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啊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是谁家？就在东森周氏三。